亲爱的爸爸妈妈，见字如晤。二月十六日，随州的上空飘起了纷扬的雪花，这也是春节后自而落下的第一场雪。这真是一个不一样的春节。今年的二月二日，正月初九，我就瞒着你们偷偷交上了一份请战书，但你们应该是有预感的吧。因为那几天我一直都在收拾行李。去年双十一我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援非，行李都还放在那儿没动呢。你们问我在干嘛，我笑笑说了一句整理一下东西，你们默默地看着我，仿佛有了预感。爸爸是退伍军人，而我是白衣战士。按照爸爸您的说法，在家国大业面前，我们就是要舍小家顾大家的。你们塑造了我，塑造了今天这个爱打抱不平、喜欢东奔西走、勇敢无畏的于腊梅。所以当更多的中国的孩子有了危险时，我站了出来，这是职责所在，也是从小刻在骨血里的精神传承。二月十四号那天，一个四次剖宫产室合并子宫疤痕妊娠的患者清宫不成功，需要开腹手术。虽然手术灾临严重，但是第一次的干热医生的手术合作非常顺利。这个冬天我们遭遇了病疫的严寒，付出了很多的牺牲，而生命的延续就像清晨照耀大地的第一缕阳光，让我感觉温暖。人类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两个词中，等待与希望。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原谅我没有陪在二老身边，期待春暖花开时我们再见。到那时一定是大地逢春，山河无恙，而我们也可以和所有摘下口罩的家庭一起出门展欢颜，再续好时光。爱你们的女儿腊梅。